下面我讲文渊十三刀刀里之九，接刀内外上下四交变，记住啊，接刀的时间看对方从哪，无非是四个方向，这四个基本方向对方知道，我接刀的时间内外上下啊四交变，上下边变跑到上边变了，我找刀的时间也是上面找刀下面找刀，所以接刀找刀都是内外上下四角变，它是走 S 型的啊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对手不配合怎么办，我不需要对手配合，我是根据对手的变化而变化的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上下内外四角变，由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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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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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住这个道理，这是一个八字拳。